来这边那个导演在那边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先过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们先进去拜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，来，不好意思，小心哦。来来来。不好意思。我有多累，赶快多累。今天，昨天为止已经3.9亿了，3.9亿可能到礼拜天了。嗯。阿宽就破纪录了。阿宽就破4亿了哈，就不简单的哈。第一次当导演，第一次就破了哈。靠大家帮忙，靠大家帮忙。本力好气。无啦，本大家本力好气啦。哎，谢谢我们台湾的好朋友。哦，那么多人支持我，支持我们的大尾罗马哈，啊，我的认真啊也有得到效果了。我拍这一部片，拍的生病，身体现在不好，但是很爽，哎、欸，很爽很爽哦。啊，谢谢大家。去跟我去买票的时阵啊，排一点钟排一个小时嘞。结果隔壁迄个有一个小姐嘛在买票啊，伊讲小姐小姐。我要买那个大尾鲈鱼啦！大尾鲈鱼，哈哈哈哈哈！那个小姐讲是大尾鲈鳗，哈哈哈哈哈！谢谢大家哈，感谢全国的好朋友，捧场《大尾鲈鳗》这部电影，哦，让我拍电影愈有信心。希望阮阿宽哦，第二季阁会创较好个，哦，创较好个啦，啊，较早拍嘞啦。我的身体较站会条啦，嘿嘿，我支持，我支持哈、哦嗯。你有去无去，电池嘛是随咱收啊，吼、哦，对不对吼、哦？啊，着尽量啦，大家身体健康的范围，哦，那卖起来去害着咱的身体，哦，这好事，这我。这电费加纳挂不要紧啦。对啊，嗯、应该是唔免去啦，啊，电费加纳挂。加纳挂。啊，卖去的。哦，这代无伤到，后代也伤到。哦，这是我的心愿哦。谢谢哦。啊，我赞成他不要盖了，我不敢还呢。嘿嘿嘿。哎呀，你，哦，不要这样讲。这个陈导演，我也认识他啦，他可能不认识我啦。没有，我觉得误会了，因为其实跟他都是好朋友。我觉得他讲的有一些观点也是蛮好的。其实他讲了一些电影工业产业一些理论其实还 也是对的，可能希望大家也不要去误解他的意思。对了对了，不要去误解，然后大家变成，对，我们又不是演《甄嬛传》，我已经讲过了，还好了。对了，我们是拍哈、哦，给我们2300万的同胞看，哦，给我的观众看，
那我们不要去批评什么、啊，好就是好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一次要破四亿的，哎、啊，要减几公斤？买了卖不公斤了，又为难他了。对啊，哥哥，我减两公斤啦。哎、欸，好啦，加减啦，加减啦。我卡多钱，吃到吃大块着，对不？这就变名言了。又算你不算了秘密。对啊，不算，不算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